乐天桃园来对上中信兄弟。那在这一场的比赛，中信兄弟呢在前面两场比赛面对到乐天桃园都是顺利的击败了对手，在对手的主场。那现在呢回到自家的主场，夹带着二连胜的一个气势呢，就要在今天看看两队的先发投手会有什么样带给大家精彩的一个好球。但就是都没有面对到，就正好跳过了。我这一跳也一年多了，也不容易，也很会跳。对，这个跳的是真的蛮多的。后来讲啊，看起来也都还 OK。抓第一个球就出棒啊，结果林立在台湾大赛的第一支安打出来了。前面的两场比赛他没有安打，两场都是先发拿到了一胜一败。一垒上的跑者起跑了，这个球碰了出去之后，因为防守的站位问题，所以打穿了二垒的防线。这就是我所讲的反向攻击啊，形成一三垒有人。那就在第二站的后两打席都有敲安打。这球打在了游击的正面，接到传给二垒，再往一垒送一个打火 play。但是呢，林立呢从三垒这边已经跑过来得分了，那也让乐天桃园攻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我打得很强劲啊，那掉一分还 OK 了啊。那黄子鹏在本赛季的例行赛事 ERA 是2.33 ，WHIP 只是1.06。稍微小小碰一下，要来考验一下三垒手接到的时候，但是球掉了出来，有可能会给安打。对，因为打得不强劲，这球打得跟点的差不多。棒子点下去，投手下球来接，转身之后是往一垒这边来传。就是避开双杀，然后就是靠队友安打得分了、总共失掉15分，有14分是自责分。这个球打穿中间防线，形成了安打。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现在要冲过来得分。外野这边也不做勉强的回传了。许基宏的安打造就了岳振华跑回来，一局的下半，中信兄弟也拿到分数。卷球缠斗打安打，消耗了7颗球，第7颗打安打。那现在呢是轮到第7棒的王威成。那王威成呢今天是来打第7棒的位置，并且来做先发三垒。这个球打到了垒包上面，那不管有没有打到垒包，都是一个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我也帮助前面两站哦，短打下来，这球点的还不错。捕手接到球之后，垫两步准往一垒这边来传，成功的牺牲推进。一样的战术了啊、这球也打得强劲，打上了防线。二垒上的跑者王威成通过三垒，现在要绕回来得分。中信兄弟又是靠着安打推进，安打，中信兄弟再拿下一分，现在取得了领先。一样的弱点啊，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打穿的一个中间防线的一个安打，然后又打下分数。岳振华的一个总冠军赛的状况相当好。对，你投走前滚地球还跑三垒，这球打得扎实，落地形成安打，在中外野的位置。又是安打，状况很好。那现在曾豪区总教练的如意算盘陈晨威拉在第9棒，然后第1棒的林立能否来出现一个连线呢？要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郑凯文的一个压制能力。这一球也打得强劲，传了出去，形成安打。91确实连线了。哎呀，这是一个触身球啊！这是危机哦，这是大局的危机哦。这球切高了，要来看一下在左外野手。陈文杰掌握到，而这个球要赶快回传，没有跑。三垒这边太短了，太短了，没有办法启动。这个滚地球找上了江坤宇，接到抛给二垒，封杀了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在3局的上半，乐天桃园满垒的局面，结果是个大中计，乐天桃园3上没有得分。这一球打得强劲，在右半边落地，要形成安打，而现在要往二垒冲吗？没有。是挡在了一垒这里，守得很深啊，是陈进守得很深，比较会给，但是要投在这个6号位置外侧。这个球切到在中间方向，三名的野手都过来，而外野这边最后滑下来，没有接到，形成了安打。一垒上的跑者绕过二垒，通过三垒，现在要冲回来得分，这一球的回传被挡住，拿着。
得上二垒。哇，二垒安打，兄弟连线，哇，祭典兄弟啊，还给要给二垒安打了，有打点了。岳东华跑回来得分，弟弟岳振华送哥哥回到了本垒。哇，这是巧妙的二垒安打。对，中信兄弟现在3-1领先了。这个球也打得相近，扑没有扑到好。二垒上的跑者现在通过三垒，外野的一个回传球，这个回传在本垒这边，球呢？球呢？奥德，奥德，奥德，奥德。哇，本垒精彩的一个攻防战。然后林鸿宇这里是接得非常的准，但要来看一下，就是在岳东华回垒包这边有没有受伤。然后林维柱总教练现在上来跟主审裁判这边询问，有没有挡住本垒板？是，那要来进行一个挑战。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奥斗。那最后呢是判决还是奥斗出局？要一换，哎，这个球打到了后手，触身球，变成触身球。嗯，在左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内侧。哎，太内侧，而就变成四外球保送了。所以野上的跑者陈子豪这一边虽然是用冲刺的上到二垒，但本垒这边四外球保送，就是直接来推进。这个球跳起来没有接到，落地形成了安打。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现在要冲回来得分。一垒上的跑者来到三垒这一边，林书义也敲出了安打，现在中信兄弟4-1领先。哇，又建功了。棒子摆出来要点哦，哇！而这个球也因为王威成的干扰之下哦，让一垒上的跑者林书义现在踩上二垒。嗯，4-9，嗯，直接4-9，直接四坏，要抓福来。现在是直接让王威成以这个近远保送来上到一垒。要送中信兄弟满垒的局面呢，想要抓福来喜的双杀的可能性。接球提出去打在了中间方向，那个飞球中央野兽必须要再往后推，这个球打到了全垒打墙，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回来得分，一垒上的跑者现在停在三垒，福来喜二垒安打，带有两分打点的紧张，中信兄弟6-1，两好三坏，一个速球打成二垒安打，总冠军赛的安打也开张，总冠军赛的安打开张，并且还带有两分的打点，让中信兄弟现在5分的领先。要三坏的满球说，哎呦喂呀，这一球砸在了岳振华的背上啊。接球在三垒手的这边，但是这个球三垒手没有拦到，后面的游击手来补，但是这个球来不及了，失误。哇，这又是梁家荣的一个失误吗？答对了。哇，在今天乐天桃园两次的失误，那这也让王威成回来得分了，中信兄弟7-1。换上的郭永维，让梁家荣下去休息。这个球打在了左半边方向，那个飞球左外野手蓝英伦，最终，哎呦，这个球接到了，哇，漂亮漂亮，哇，这个不要受伤才好。是，哪一个在正面接？也有在正面接的，大部分都在旁边接了。这个球哎，打到垒包，再传向一垒，奥斗。要来挑战，要来挑战！哇，其实马杰森的这个反应能力确实很快，很好哎。但因为这个球蛮幸运的是打到了二垒垒包，先打到投手丘，然后二垒垒包弹掉，哎呦！哇，反应好快。对。哦呦，一垒这边蛮接近的，有机会哦。嗯，看看。
这球又让我想到陈泽，那个打在一垒垒包，然后大师兄林志胜往前把他给接到的那个球路。那马杰森这个球可以这样处理是太厉害。对，好，一垒这边最终是出局。又安打吗？中间方向的落地安打，又安打，许晨不拼，好厉害，三支了。对，这球太外侧了一些啊，变成了四外球保送。嗯，选掉，想要投以右球，等一个暂停。是，这个暂停是必须的哦，这还是这一场比赛郑凯文所投出来第一个纯四外球保送。主棒在中间方向打穿防线，形成了安打。那因为有水势的一个关系，二垒上的跑者现在通过三垒回来得分。乐天桃园在七局的上半打回了一分，靠着陈进的安打，打穿中线的安打。对啊，就是这一局有两支安打，还有一个四坏球。那上场代打的是背号82号的黄敬伟。他比正常今年面对到左打的被打击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四块九稍微跑在前面的话，哎，好球，三振，好球了，三振，三球三振。李正常好的开始，来了一颗滑球，接球打到了棒头上面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中外野手往后退，最后宋承瑞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了。这场比赛仅差一个出局数要结束，抓第一个球就出棒，形成了安打。打第一球都安打。对，今天打第一球都安打，今天三支的安打都是第一球。又是抓第一颗球出棒，不过形成了界外，六连胜的一个成绩，并列联盟第二高。多胜的则是中信兄弟的七连胜。这个球回棒落空，最后陈进是遭到了三振，形成了这一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出局数。中信兄弟台湾大赛 Game Three 顺利的拿了下来，现在是已经拿到了三连胜，已经是听牌了。在明天继续到面对到乐天桃园，那就有机会在自家的主场要来看一下能否把这个黄色的彩带给抛下来。那今天的这场比赛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胜，最后呢是以7-2击败了乐天桃园，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要恭喜中信兄弟现在获得了听牌优势，